20世纪30年代初期，因叛徒陷入，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。哟，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。几年不见，你小子学会从背后偷袭了。几年不见，你可退步了。唐先平，马天木，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。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的野区，拿到长河路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我和马天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，赶紧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，安度陈仓。进入了复兴社，我们的命就不是自己的了，我们是棋子，抓捕现场有共党，抓那奸，谁有可能会是你的内奸？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，现在就是了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